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歪点的实验室，我是歪叔。上期视频我们开箱了一盒白蚁，现在两个星期过去了，我们来看看它们过得怎么样。这个白蚁洞穴好像变大了很多，与之前相比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洞穴的后半段变长了，而且已经与中间这个空间相连了。有几只白蚁已经进入了新的空间，住进了大房子。我们放大一点看看，这一窝白蚁虽然数量不多，但生活过得也算和睦。白色的公蚁负责干活，中间的两只蚁后负责繁殖。诶，这是不是一枚白蚁的卵？看样子应该是的，短短两周时间就开始产卵了，看来这块烂木头提供的营养还真不少。这只头比较大的是冰蚁，守卫在蚁后身边，负责保护蚁后和白蚁卵。右边这些白蚁是开拓者，负责开荒拓展新的领地，以此来壮大白蚁家族的实力和获取更多资源。他们各司其职，各取所需，这才是真社会型昆虫。这最早的洞穴空间确实小了点，看以后掉个头都比较费劲，所以开疆扩土是个明智的选择。看这只白蚁正在舔舐另一只白蚁，给对方清理身体。右下角这边也是，真是爱干净的小家伙。接下来我会好好养着这些小家伙，看他们最终能把白蚁帝国壮大到什么程度。关注我，精彩后续不会错过。